看啊，就是那个叶子变黑的，就是熟了。叶子如果有黑的，还比较绿的，就是比较不熟。那个好像是比较黑嘛，你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嗯。这个也是黑吗？比较深一点。啊，对，比较深色嘛。嗯。啊，这个就是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深了。嗯。啊，这个就还没有很熟，啊，这个就肯定很熟了。哦，很熟就可以采了是吗？对啊，说这个叶子就变黑了。嗯。嗯